姊妹，主内平安。上次我哋曾经查考到神嘅子民埋怨耶和华，丢弃佢哋同毁约。神就指出系佢哋自己先离弃神，去拜外邦嘅偶像，又向外邦强国求助，先至会自食恶果。不过虽然指责，但系神对佢哋嘅慈爱却系永远长存。神安慰佢哋话，一定会让秘掳嘅子民回归。 作為復興以色列嘅開始，對當時神嘅子民嚟講，回歸就係從巴比倫回到耶路撒冷。我哋今次要跟住查考以賽亞書五十二章，係從唔同嘅角度嚟強調呢件事情。先嚟睇下第一節啦。石安娜、啊，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升成耶路撒冷哦、啊，穿上你華美的衣服。 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当圣城耶路撒冷同圣殿被巴比伦人破坏咗之后，神嘅子民喺失望同痛苦之中就好似昏睡咗一样。依家神要佢哋醒过嚟，因为神要复兴佢哋，恢复佢哋从前嘅华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呢一句话。 喺呢度係指阿述同巴比倫。神預言呢啲努力者將來唔會再進入耶路撒冷。後來嘅歷史發展果然就係咁樣。阿述後嚟被巴比倫滅咗，而巴比倫又被波斯滅咗。阿述帝國同巴比倫帝國從此以後就冇再出現過。不過對當時仲生活喺被奴嘅狀況底下嘅子民嚟講， 佢哋仍然係被捆綁，冇自由嘅。神用咩話嚟安慰佢哋呢？我哋嚟睇下《以賽亞書》五十二章二節啦。耶路撒冷啊，要倒下塵土，起來坐在位上。石安被老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应许话：当佢复兴耶路撒冷嘅时候。 秘掳嘅子民颈项上嘅锁链就会被解开，佢哋要从奴隶嘅地位起嚟坐上宝座。喺 <music> 旧约时代，奴隶要赎身，必须有人替佢出赎身嘅钱。秘掳嘅子民有咁多，就要付出唔少嘅赎金。 耶和华预料到被掳嘅子民会有呢一种嘅疑虑，就有话先对佢哋讲，写喺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三同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啲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阿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神嘅解答系：神嘅子民卖身为奴嘅时候，买主并冇付俾佢哋任何代价，所以当佢哋被赎嘅时候，亦都唔需要付出乜嘢嘅代价。喺刚才读嘅第四节嗰度，神仲举出咗两个例子嚟讲明。第一个例子系神子民嘅祖先曾经喺埃及做过奴隶。以色列人最初点解会从迦南地搬去埃及居住嘅呢？ 根據《創世記》最後嗰十幾章嘅記載，神子民嘅祖先雅各全家最初搬去埃及，係因為雅各嘅仔約瑟俾佢嘅哥哥賣咗去埃及，後嚟成為咗埃及嘅宰相，而約瑟就將雅各全家大小非常風光咁接咗去埃及定居，所以雅各佢哋最初並唔係去當奴隸嘅，後嚟有新嘅法老接續做王。 唔知道約瑟曾經對埃及有個好大嘅貢獻，只係睇到以色列人好多已經造成威脅，於是就開始奴役以色列民。喺以色列民當奴隸嘅期間，埃及王法老不單止冇俾佢哋任何嘅工價，反而係越嚟越苦待佢哋。所以當神透過摩西同阿倫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時候，亦都唔需要付任何嘅贖金。 根據出埃及記十二章三十五同三十六節嘅記載，以色列民離開嘅時候，甚至遵照摩西嘅吩咐，向埃及人剝取咗唔少嘅金銀財寶。神允許佢嘅子民咁樣做，算係為佢哋討回公道。耶和華列舉出第二個例子係北國以色列被阿述老掠。阿述將北國嘅人當奴隸帶走，並沒有付出任何嘅代價。 所以神要赎回翻佢哋，亦都唔需要付出任何嘅代价。喺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同六节，神跟住就预言话，同样嘅情况亦会发生喺被掳去巴比伦嘅犹大人身上。耶和华说：我啲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作什么呢？耶和华说：克制他们的人呼叫。 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啊，是我。神预言话，将来被掳去巴比伦嘅子民，亦都系平白咁被掳去。巴比伦人并唔会俾佢哋任何嘅好处，反而系心高气傲地藐视耶和华，所以。 當神要救翻佢哋嘅時候，亦都唔需要付出咩嘢嘅贖價。後嚟嘅歷史事實證明，神嘅話語冇落空。我哋喺前面講過，當波斯王古列鼓勵神嘅子民回歸嘅時候，仲將巴比倫王從耶路撒冷聖殿,殿老去嘅金銀器皿如數歸還。咁不可思議嘅事情，有邊個會預料得到嘅呢？完全係耶和華嘅作為。 跟住喺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到十节，神要先知以赛亚预告，当神嘅子民要回归嘅好消息将来传出去嘅时候，会带嚟乜嘢嘅反应？我哋嚟睇下七到九节嘅记载啊！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石安说：你的神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皆美，听哦、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石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方场哦、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救赎了耶路撒冷，神嘅子民要回归耶路撒冷啦。咁对当时渴望回归嘅子民嚟讲，真系最好不过嘅消息。先知预言，当佢哋回归之后，已经冇生机嘅耶路撒冷城会突然间恢复咗生机，欢声歌唱。喺刚才读嘅第八节嘅嗰度有句话系咁写嘅：，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呢、这个系令佢哋更加兴奋嘅事情，因为耶和华要返去耶路撒冷啦。我哋以前提过，当犹大人被掳走之后，神曾经让被掳嘅先知以西结喺异象当中睇见耶和华神渐渐咁离开圣城同圣殿。依家神预先应许佢哋回归之后，神亦都会归回石安。 就系回到耶路撒冷，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喺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节更加进一步预言：当呢个好消息传出去之后，不但只惊动神嘅指民，就连外邦国家都被惊动。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庇，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耶和华透过拯救佢嘅指民。 向普天下人彰显佢嘅能力。我哋到今日仲可以睇到神点样奇迹咁保护住以色列喺呢一片小小嘅土地上所发生嘅事情，经常惊动全世界。使徒保罗喺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嗰度，将先知以赛亚嘅话应用喺全福音嘅時空上。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圣灵启示使徒保罗，神嘅子民回归耶路撒冷嘅好消息，喺当时所造成嘅轰动，正预表咗福音被传扬出去嘅时候会带嚟系几咁大、几咁好嘅影响。刚才查考到回归耶路撒冷嘅应许。 對渴望回歸嘅市民嚟講係好消息，咁樣對其他同樣已經喺巴比倫寄居多年秘掳之民嚟講係唔係好消息呢？跟住嘅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節嘅上半節可以解答呢個問題。你們離開吧，離開吧，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要從其中出來。 先知以赛亚连续写咗两次离开吧，有催促秘掳之民快快离开嘅意思。可见当时住喺巴比伦嘅子民，对于回归嘅呼唤，并唔系人人都好热烈响应。圣经上用余民，亦即系用剩余之民嚟形容回归嘅人数，就表示回归嘅人数。

呢四五萬嘅人確實係好少，不過呢一小群願意回歸嘅人係敬虔愛神嘅猶太人。佢哋返去不但只望神保守，而且仲成為復興耶路撒冷嘅中堅分子。據說嗰啲留喺外邦各地嘅神嘅子民，後嚟都成為咗反猶太人集團嘅殘殺對象，所以仲係應該聽從神嘅吩咐。 趕快回歸先至啱。我哋跟住嚟睇神透過先知以賽亞俾回歸嘅子民有咩指示。頭一個指示記載喺以賽亞書五十二章十一節嘅下半節：，你們剛台耶和華氣名的人啊，務要自潔。呢頭一個指示係俾剛台耶和華氣名嘅人，要佢哋自潔。我哋曾經提到過波斯王古列。

所以毫無問題。神要求負責光台聖物嘅人必須自潔，因為神係聖潔嘅。至於神俾回歸子民嘅另外一個指示係乜嘢呢？我哋嚟睇下以賽亞書五十二章十二節啦。你們出來必不自急忙，也不自奔逃，因為耶和華必在你們前投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們的後盾。 呢个系俾所有回归子民嘅指示，叫佢哋从容不迫咁离开巴比伦，无需要好似佢哋嘅祖先离开埃及嘅时候咁，要尽快咁逃走。被掳嘅子民后嚟果然系平平安安，又欢喜快乐咁回到耶路撒冷。<music> 我哋讲过。 被掳嘅子民回归耶路撒冷系神复兴以色列嘅开始。除此之外，耶路撒冷仲有咩重要性呢？如果从神所特选嘅呢位仆人嘅角度嚟睇，耶路撒冷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后来当神嘅呢位仆人到成肉身、江西为人嘅时候，耶路撒冷系佢为人类设立救恩嘅基地。 跟住嘅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同五十三章写嘅系第四首仆人之歌。呢首歌将呢位仆人喺世上嘅面貌、事工、佢嘅受苦同受死同复活等等嘅情节都预言咗出嚟，可以话系仆人之歌嘅最高潮。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系呢首仆人之歌嘅引言。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背后，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

喺引言呢度亦都寫到，當佢喺地上出現嘅時候，會令神嘅子民非常驚奇，因為佢嘅面貌潮水、外形枯槁，完全唔似得佢哋所期待嘅尼賽亞嘅形象。不過到咗時機成熟嘅時候，神就會令好多國家嘅人，包括好多嘅君王在內，都明白咗呢一個嘅奧秘。 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边写咗更多有关呢位仆人嘅预言。如果将佢同新约圣经最前边嗰四卷福音书对照嚟睇，就会发现吻合得令人惊讶。呢章经文里面嘅预言，依家都已经实现咗。我哋相信起嚟并唔困难。但系当先知以赛亚喺主前七八年传讲呢啲预言嘅时候， 系好难叫人相信嘅。我哋嚟睇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节嘅记载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棒被向谁显露呢？我们呢、这个字眼代表所有忠心传讲神信息嘅人，佢哋发出叹息，因为人心刚硬，唔肯谦卑接受神嘅信息。我哋真系要为从古到今。 一直忠心傳講神信息嘅人，感谢神。佢哋冇因为人嘅唔相信、唔接受就唔去传。我哋继续嚟查考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同三节亦系有关呢位仆人嘅预言。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長根出於乾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無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先知以赛亚预言描写呢位神所差遣嘅尼赛亚，当佢嚟到世上嘅时候，出生卑微，又唔英俊，唔吸引人。佢嘅一生充满咗痛苦同忧患。 人藐视佢，唔尊敬佢，呢方面嘅预言后嚟亦都按照字面应验咗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上。主耶稣降生喺马槽，够晒卑微啦，啩佢生长喺木匠嘅家庭，冇乜嘢社会地位，所以佢嘅乡里都睇唔起佢。等到佢三十岁出嚟传道嘅时候，又居无定所，够晒漂泊。相信你会注意到。 有关耶稣基督生平嘅电影同画册，都系让主耶稣穿上洁白嘅衣服，身材亦都比较高大。佢喺人群当中出现嘅时候，马上就会俾人认出嚟，似乎同先知以赛亚所描写嘅形象有啲出入。不过为咗戏剧嘅效果，咁样做亦都无可厚非。如果根据福音书里边嘅记载，我哋猜想主耶稣嘅衣着。 應該同當時一般猶太人差唔多，身材亦都唔會特別高大。記得猶大要出賣主耶穌嘅嗰個晚上，佢同去捉拿主耶穌嘅人約定，到咗赫西馬利園之後，佢同邊個親嘴，嗰、那個人先至係主耶穌。有人認為需要呢一個暗號，係因為晚上天色好暗，睇唔清楚。咁樣猶大起唔係亦都同樣睇唔清楚咩？ 比較可能嘅猜測，或者就係、是、主耶穌唔係咁容易被一般群眾辨認出嚟，否則嘅話，由大就唔需要多此一舉啦。主耶穌喺世上传道嘅時候，佢真正與眾不同嘅係佢嘅言行。主耶穌講話大有智慧同能力，唯有佢先至能夠講解有關天国嘅奧秘。主耶穌行咗好多神蹟奇事，亦係唯有佢先至能夠行得出嚟。 喺《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嗰度，使徒约翰系咁样写嘅：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根据呢一节嘅经文，主耶稣做过嘅事情真系太多太多啦，冇任何人可以比得上佢。 主耶穌除咗做過嘅事情比任何人做得更多之外，就連佢喺世上所受過嘅痛苦，亦都係冇人能夠比得上嘅。我哋嚟睇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四到六節嘅記載啊！他承擔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成言有实实在在嘅意思。 先知以才亞用咗非常肯定嘅口气嚟预言：呢位仆人必定会嚟为众人担当所有人嘅罪业，亦都代替众人受惩罚。当时神嘅子民对呢种讲法真系感到好陌生。根据神嘅律法规定，一个人犯错只系会连累几代嘅人。到咗神嘅子民被老嘅时期，神就透过先知以西结规定。 一個人所犯嘅錯係由佢自己負責。不過，無論係邊種嘅規定，至少呢一個人都有犯錯，理所當然係要受懲罰。但係神嘅呢位仆人自己並冇犯錯，卻係要代替眾人受懲罰。神俾佢嘅任務，的確係冇人擔當過嘅。喺剛才讀嘅第六節嗰度，先知以賽亞用羊嘅容易迷失。 嚟形容我哋人喜歡偏行己路，而喺跟住嘅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七同八節，佢就用羊嘅温順嚟形容神嘅呢位仆人甘心受苦。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沒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呢度預言呢位仆人為人類嘅罪受欺壓和審判，又受鞭打，最後仲被剪除。世人卻以為。 佢係罪有应得。根據福音書嘅記載，主耶穌喺被判死刑之前，一共受過六次嘅審問。我哋今日最多係受到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同最高法院嘅審判，主耶穌卻係受到咁多次嘅唔公平嘅審判。除此以外，主耶穌喺受死之前，仲受到好殘酷嘅鞭傷，然後仲走咗一條好長嘅路。 先至被帶到各各他山上去釘十字架。釘十字架真係最殘酷、最不人道嘅刑罰。儘管人將主耶穌當作罪犯一樣咁釘死，但係神卻係透過佢嘅代死，成全咗救赎全人類嘅計劃。有關主耶穌死後點樣被埋葬？ 先知以赛亚亦都有预言，我哋嚟睇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啦。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先知预言呢位仆人会与恶人同埋，但跟住又话佢会与财主同葬。 似乎有啲矛盾。如果按照人嘅谂法，既然被当作罪犯，亦都系同罪犯一齐被钉死，就应该同罪犯一同埋葬啦。谁都唔会预料到主耶稣竟然被安葬喺财主约室嘅新坟墓里边，完全按照字面应验咗与财主同葬呢一项嘅预言。至于有关耶稣基督复活嘅预言， 就寫喺跟住落嚟嘅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節。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屬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先知以賽亞預言，神嘅呢位仆人。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延长年日系指佢会有长久嘅岁月。呢句话暗示佢死咗之后会复活，否则嘅话佢就唔可能有长久嘅岁月。换句话讲，死亡并唔系佢嘅终点。后嚟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曾经多次向门徒显现，有一次甚至有五百多位嘅弟兄睇到佢嘅显现。 佢哋都係有力嘅見證人。經文最後寫到：耶和華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呢句話總結地咁講，呢位仆人嘅一生都係喺度實現緊神嘅計劃。父神亦都為佢作見證，使佢得到榮耀。喺主耶穌受洗同登山變像嘅時候，父神都親自從天上發出聲音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悦的。 喺《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嘅最後兩節十一同十二節，先至以賽亞對呢位仆人嘅使命同影響力有少少嘅總結。他必看見自己老虎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仆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 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老密，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先知预言，将来有许多人会因为认识神呢一位而仆，得称为义。当时嘅人一定唔明白。 呢项预言系乜嘢意思？而我哋今日透过新约圣经嘅教导，已经明白咗佢嘅意思系：一个人只要相信接受神呢位义仆耶稣基督嘅代死，罪就得到赦免，被神当作义人，可以承受永生。哇！原嚟早已经喺先知以赛亚嘅时代，神就早已经透过佢带出因信称义嘅应许。 剛才嗰段經文嘅最後預言，呢位義仆為罪犯代求，結果真係咁樣個噃。後嚟頭一個得稱為義嘅人，就係、是、同主耶穌同時釘喺十字架嘅其中一個罪犯。呢、这個罪犯喺十字架上承認主，結果被主接納。主耶穌應许佢當晚就會去樂園。如今已經有數唔清嘅基督徒，因為相信接受耶穌基督嘅代死。 而罪得赦免，被称为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哋真系要满心感谢三位一体真神嘅大爱。查考完呢一次经文之后，相信我哋已经更加体会到以色列文嘅历史真系同我哋息息相关。 神系拣选佢哋作为佢施行救赎计划嘅样板。以色列民当年被外邦强国掳走，如果凭住佢哋自己嘅力量，唔可能有得回头。但系耶和华却出乎佢哋嘅预料，不单止为佢哋打通咗回归之路，而且仲系又丰富又光荣咁送佢哋上路。今日神就系赐俾我哋咁大咁奇妙嘅救恩。我哋原嚟。 系喺魔鬼撒旦嘅邪惡勢力之下，係唔可能自救嘅。係神主動透過耶穌基督為我哋打通咗去去嗰度嘅恩典之路，而且仲讓我哋喺一路上不斷咁享受佢同在同佢所赐奉盛嘅生命。你係唔係亦都有同感呢？